好，我们要开始上课喽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我是龙老师连乔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哈，连乔开始上课，我们两个出发吧。放暑假了，你是不是计划去旅游台湾？你喜欢自助旅行还是跟团呢？你喜欢上山还是下海？喜欢住饭店还是民宿？你喜欢玩水上运动吗？准备好你的行李。哦，不是，要准备好一双手。准备好了没？跟我们老师们一起去美丽的台湾走透透。开始上课，手语词汇开始。好，第一个，旅行，风景景物都吹过去，旅行，树也过去，风景也过去，一个一个往脸旁边，旅行，两次哦，旅行，对，很好。接下来，暑假，流汗，假期，暑假，另外一个手语呢，流汗。暑假，好，一样的意思。暑假，相反呢是什么假？寒假，寒假。对，问你们哦，假期最多的是什么？暑假还是寒假？哪一个假期多？暑假，暑假。但是呢，我们社会出社会的人没有寒暑假，好，真好。像以前啊，很小白是不是很会玩哦？好，毕业他也毕业十年了，因为学生有寒假、暑假，我们这个社会民众去上班了就没有了。可以请假去玩，七天就够了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计划，有两个手语。第一个，计划，计划，你像拿一个尺这样。第二个手语，计划，这都是划线的意思。这两个手语记得咯。好，再一次，计划，计划。OK， 去，还有一个照字面，去。如果人去，好，这个很好用哦，人去。OK， 这个呢，去很多地方玩，去。这个手语有很多不一样，我去玩，我去洗澡，我去 WC 厕所。 OK， 好，三个再复习一次。第一个去，第二个去，第三个去，还有刚刚这个人去也可以，四个哦。但是相反，来，第一个来，第二个来，
第三个，来，来，有空你们来我家帮我打扫 ，OK， 好，擦油，擦墙壁，好，下一个手语哦，环岛，左手捏一个啊，台湾，然后右手一个人在这个台湾上环岛，还有一个手语，用这个名当做宝岛台湾，有没有像？蛮像的哈、哦，再然后绕。然后也有这个立起来的台湾，也有这样绕，看每个人的手语习惯不一样，你也可以小这个哈、哦，台湾躺着的，台湾立着的，台湾我喜欢开车环岛，你们喜欢用什么方式呢？这是什么？骑脚踏车环岛，摩托车环岛，走路环岛，钱很省钱，而且健康。你们谁要跟我约好一起走路吗 ？OK OK， 好。你们决定了跟我约哦，要记得环岛哦，要游泳环岛，游泳环岛谁要？这个什么意思？旗子白旗投降，环岛，环岛，环岛，会了吗？下一个名胜。有名的旅游的地方，或是有名的地方，名胜就是有名的旅游的地方。要问你们哦，花莲的名胜，花莲最有名的地方是哪里？太鲁。格，再一次，大家一点太鱼跟日哈鲁，然后格那个庙，那个弯弯曲曲的牌子会哈、哦，好多人都去那边哦，去那边这样，然后拍照，还要跟那个对，还要跟原住民的女孩，是原住民。我好想跟那些女孩子拍照的，这样的，好，勾肩搭背，名胜，名胜 ，OK， 下一个自助，手语有两个，第一个自助帮助，自助，第二个手语自助，这一个哈、哦，自己很东西都自己拿起来。自助，别人不用帮我，我自己来。自助，很省钱哦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自助和自助餐不一样哦。自助餐是夹菜，夹菜，夹菜。如果两个字自助不清楚的话，你可以解释自己。帮助自己，自助，还有自助餐，知道吼 ？OK， 下一个领队，这样，领队通常都拿一个旗子，手语是领队。你们听人领队很多，聋人呢就没有。但是哈、哦，聋人很喜欢环岛去玩。领队证有没有呢？好像没有哦。但是台湾呢有很多聋朋友，他们会负责招团，一起来很好，一起互相。增广见闻，领队三角旗，领队 ，OK， 下一个
跟团 旅行团跟进去，旅行团这个团体我也加入，跟团这个就是一个团体我加入，很多人来，很多人来这个团。以前呢，我曾经参加过跟团，都是听人，没有翻译。我去玩的时候，就是自己用眼睛看啊，看啊，看啊。现在有翻译员咯，我们可以请翻译员旅游的时候，15个人，然后加一个免费的机票，就可以让翻译员去服务，对不对？以后可以请我们呢帮忙翻译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露营。手语有两个，第一个露营山，这个营是那个营，好，露营的营，那个火，所以把它拿来，然后搭帐篷，露营。第二个手语，露营就是要有帐篷的那个动作，好，露营。好多人，年轻人喜欢背包客，然后用徒步的方式，然后扎营在海边啊、水边啊、树林里面露营，然后再生火聊天，很棒。回想当年我也是这样子，有吗？你有露营吗？有没有？我们那个听人啊，念在学校念书，学校会安排我们去露营，你们有没有？聋人呢？聋人学校也有哦，童军教技巧绳结露营也有哦，现在也有，以前我的时候没有，新设立的，好羡慕哦。是是是 ，OK， 宜兰。两个笔法，第一个，以前的手语是宜兰，在鼻子前面，为什么呢？火车过山洞，所以很多火车过山洞哦，这个圆圈圈是山洞，然后放在鼻子，弹中指哦，不是那个骂人的话哦，哈，在鼻子前面弹中指，宜兰。第二个，在眼睛旁边宜兰，本来哦是在鼻子前面，后来渐渐这个手语就变形，就变到眼睛前面来了。所以你可以比宜兰都可以。OK， 温泉，这个就是温泉的图。温泉，你看啊，这个温泉你会想到哪里？洗澡嘛，洗温泉，所以泡下去洗温泉好舒服。洗温泉，有名的温泉在哪里呢？台湾好多地方都有温泉，特别是北投的地名就是北加洗澡。还有南投吗？南投是这样比吗？就不行咯。南投，投票的投，南投，记住哦。OK， 下一个，花莲，两个笔法。第一个，以前的手语是花莲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个龙朋友，他的名字，他的人物，因为他是这样，然后再加上花。所以就变花莲。解释一下，以前常常因为那个地名啊没有手语，他们常常聋人就会说哦，那个谁住的那个地方啊、哦，比如说这个人的地方就是花莲，谁住在那边就变成那个地方，花莲。你啊，可惜，你如果你住在那个这个。可以变成我生的比较慢、啊、如果我早生一点，我就可以。假如说连桥，如果说他住在万华，假如哦，那别人就会说那个连桥就会变成万华的代名词了、啊、以前很多地名是这样来的，嗯，
对，好，花莲第二个花莲现在比较常用，常用花莲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很多人都会去花莲参观啊，旅游，花莲加上花，好，参观再加花就是花莲，花莲在眼睛前面哦，花莲。好，接下来花莲最有名的泛舟，加好加要摇桨，泛舟有那种逆流而上，其实它是顺流，但是有从乘风破浪的感觉。泛舟，年轻人喜欢玩刺激的，刺激。七月八月放假放暑假，好多人都去哦，很棒。我呢，八月要去看我的，是吗？好好好。接下来刺激这个人呢，拿一个东西刺他，刺激。你们有人手语刺，这个是很刺，这个是很刺激别人，好像要攻击别人哦。刺激，刺激游戏，比方说泛舟就很刺激。云霄飞车，还有这个骑越野摩托车都很刺激，小心哦，安全第一。好，刺激，刺激，好，垦丁人好多，都去那边游泳啦，看好多辣妹比基尼。比基尼女生，这个是胸罩，胸罩然后加女生就是变比基尼辣妹。然后如果是用这个嘴巴的地方，就是比基尼的小裤裤，所以这是比基尼的上半身，这个是下半身。手语是垦丁，照字面垦是开垦，垦丁OK， 沙滩都是泥土，很大一片沙滩，海，然后沙滩，沙滩。OK， 浮潜，你看哦，这是一个，这是海面嘛，哈，然后这个人趴着，加上一点解释，游泳，然后在这边，这个是浮潜，你们。有浮潜，浮潜过吗？浮潜都是这样子在看，所以这样子。有鱼啊，乌龟，有乌龟吗？浮潜有乌龟，很少。鱼，好，浮潜。OK， 民宿，造字民宿，民宿。OK， 饭店吃饭的大楼是饭店，饭店了解。OK， 下一个旅行，哎，好，再回来了。旅行要练复习了吗？好，旅行。OK， 哦，闭嘴巴哦。
接下来呢是问答，看我们呢第一次我不说话，第二次再解说。看懂了吗？嗯，有没有？问一下，阿芝看懂了吗？有，一点。菜看懂吗？有一点点。范家珍，哦，好。现在我们来解说一下。好，开始哦，跟着老师。暑假。我们要去台湾旅行，走透透。你自助跟团哪一样呢？自助，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去，计划哪些地方玩呢？台北开车出发，宜兰泡温泉，鞋子脱掉的，好，那个是泡脚，走路很累嘛，所以泡脚。接下来开车去花莲泛舟，对不对？对，花莲泛舟玩，再去肯丁游泳浮潜，哇！你住饭店、民宿哪一个呢？两个都不是，我们自己露营省钱哦，厉害！祝你旅途愉快，谢谢。简单吧？知道哦。好，简单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要什么呢？要问答咯。你猜一猜，我的动作是在从事什么休闲活动哦？知道的举手哦，要猜谜哦，看老师的动作。第一个，阿嬷先攀岩，对，攀岩，手语怎么比？石头一块一块，然后拉，攀岩，答对。第二题，注意看哦。举手，谁？潜水小白，对不对？小白，是潜水。手语怎么比呢？
潜水，这个记住哦，脚要朝上哦，好，脚要哒哒哒哒哒哒，水才会往下，很好。接下来第三题，这个是什么？小白，小白知道，溯溪，溯溪，答对。好，所以再一次，溪水流下来，然后走路，走路，走路，溪水很好，很刺激。但是前一阵子啊，溯溪，然后但是忽然之间下大雨，洪水冲下来，那个人都被。对，就被冲散了，好可怕，要注意。OK， 下一个，第四个，看老师。老师在做什么？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再表演一次，再表演一次。知道吗？Vicky 知道吗 ？Vicky 高空弹跳，手语有没有？手语有没有？咻咻，对，高空弹跳很好。OK， 下一个。老师疯了，疯了！老师疯了，做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有没有？对的，知道了。啊，水。水上摩托车，对不对？手上摩托车，这个是水上摩托车，水上摩托手语有没有？先噗噗噗，然后这个好，这个就乘风破浪，噗噗噗。OK， 接下来哦，看我哦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吗？懂。答案是什么？滑翔翼。嗯，很类似，类似。滑翔翼。好，我们来看答案。飞行伞，很类似。好，手语怎么比？这样。好，上面是伞，下面一个人飞出去。会吗？我先生玩飞行伞，希望他赶快练习，以后两个人双人伞，双人伞好飞去，可以看风景。后面一个是教练，前面一个，教练会帮你操控，你就可以飞，很好玩。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暑假掌握时间 ，OK。今天玩了那么多的地方，让我也好想去旅游哦。连长，你最想去哪里玩呢？我最想去哪里？蓝屿，蓝屿。兰花，然后那个叫什么船？独木舟。以前的手语是丁字裤，蓝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旅游很好哦，很原始的东西我最喜欢。你呢，如君？我想要去台东玩，为什么？
我很喜欢台东的山，很干净，而且啊，最近台东台风然后树倒，好，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怎么样，我好想去看一看，帮忙关心，很好，大家好好把握暑假的假期，去户外走一走，让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但是记得要做好防晒哦，要抹抹防晒油哦。是啊，我是连乔老师，我是如君老师，要谢谢手语教室幕后的工作团队，谢谢谢谢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，会想你们哦。